再多4個政府部門接受市民以轉數快俾錢。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話，為進一步便利市民繳交政府費用，即日開始公司註冊處、入境事務處、破產管理處同運輸處嘅指定繳快櫃枱同自助服務機會配置轉數快二維碼，另可以接受轉數快俾錢嘅政府部門增加至到7個。市民只需要掃描裝置上嘅二維碼就能夠交錢。